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uper 搞笑视频。说起螃蟹，大伙肯定不陌生。今天给大家开箱四只江金蟹，学名又叫螃蟹，是一种观赏蟹，包裹是刚拿上来的，赶紧打开看看吧。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一包物体，我数了一下，里面居然有六个盒子。难道是中奖了？我买了四只，收到是六只吗？哦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螃蟹是不是活的。我解开绳子看一下吧。拿出来之后可以看到我面前有六个盒子，刚拿出来的时候还被吓了一跳，从侧面看的话还以为是大蜘蛛，因为大伙可以看一下，这些脚都是毛茸茸的刺，跟蜘蛛基本一样，如果不仔细看你还真的会误以为是大蜘蛛。为了让大伙更清楚的看看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找个兜把它们放出来看看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六个是不是全部都还活着。放出来之后可以看到这六只蟹的真面目了，很遗憾的是有两只是断了小脚的。我全部看了一遍，有四只是完整的，有两只就是少了两只脚的。我买的是四只，有可能多出那两只是被损的吧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听说下次脱壳就会再长出来。这次的网购没翻车，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哟。